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uma。今天我们要来做第十五回的迪士尼娃娃屋。他这次给的附录是在这里，是四号的腰板跟唐老鸭房间的小道具，有仙人掌、那个游泳圈、帽子。这次也只有一点点，我们现在就来准备制作的材料吧。这次要制作的材料就只有这个腰板而已，以为可以一次做两个房间，结果没有，还是只有一次做一点点而已。我们现在就马上把腰板粘起来吧。做法都跟之前一模一样，这样我们腰板就完成了。我们现在就要把它直接粘到米奇房间的墙壁上哦。现在就把四号的腰板粘到四号墙壁的地方，像这样子。稍微比对一下，没问题的话就上胶咯。这样我们就把它粘上去咯。要确认看看它这边跟这边有没有缝隙，要让它没缝隙。OK， 固定好之后，我们等胶干就完成喽。这一期的作业也很简单，感觉最近都一直在做一样的事情。这次的作业就到这里结束喽。跟之前一样，都是重复一样的动作，一直做一直做。剩下这一边的墙，感觉已经米奇房间要完成了。我们期待米奇房间完成的一天吧。今天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咯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们按个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